这是刘梦妮今天中午做的卷子，错的，错的还不少。刘梦妮，速读，来吧。做一上午，做的效果不咋地啊。来吧，乖乖。咋了？叫你认真点，认真点，你一点都不认真。看看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，乖乖。这是一个。啊，一个单位错了啊！多远能用千克？恁家的距离用千克？嗯。恁家的距离用千克？嗯。啊，看看这个，一二三四五，五点错误，去吧。找准哪一张卷子？现在立刻马上改。嗯，我哪一张？哪一张你都不知道啊？就考的那一张。啊，快点吧。我告诉你，我给你说一道，我给你说一道很。难的题，红气球比黄气球多12个，已知红气球的个数是黄气球的4倍，红气球有多少个？黄气球有多少个？我想问你会做不会做？我不会，我不会，我还来问你，我会，我还来问你。来来，我看看，我看，这是哪上的题啊？卷子。好，我给你看一看，好吧？这样跟你说啊，你们是不是没有学方程？对。没有吧？没有。没有，拿一张纸来，我跟你说啊。咱们假设这是个黄气球，我的四倍，哎，那它就是4个这么多，对不对？嗯。那咱把红气球画出来，红气球表示的是一个圈儿两个圈儿，我画那么的小点啊，3个圈儿4个圈儿，这是不是黄气球？嗯，切一个就可以了。嗯，好，那这是4个黄气球，可以不可以啊？嗯。哦，咱们现在知道了什么信息？是不是红气球等于4乘黄气球？没错，对不对？没错。好 ，Yes sir。那它已知的信息是红气球比黄气球多多少个？多多少？12。是不是多12个？没错。好，那红气球减黄气球，是不是应该等于12？没错。红气球指的是什么？红气球指的是4个黄气球。哎，对了，4个黄气球减去个黄气球，减去它，等于多少？12。哎，12。那这是多少个黄气球呀？3个。哎，3个黄气球，应该等于多少？12。哎，3乘多少等于12？4。哎，那黄气球就等于多少？4。哎，对了，黄气球等于四。红气球的呢是4乘总的黄气球。对不对？嗯。4乘总的黄气球等于多少呀？16，对不对？没错。那我们再来合一合，对不对呀？红气球是不是16个？没错。黄气球是多少个？4个。16减4等不等于12？等。等不等于？等于。那符合要求不符合呀？符合。符合，会不会了？会了。好。再见了，姑姑。姑姑聪明不聪明？聪明。闯上了，把错的题都闯上哈。没想到吧，我已经抄上了。对了，就这字儿有点不好看啊。